脏的。好好味哦。哎呀，你吗？没有吧。没关系。记住，不弹的那个音，手要做动作，你从头到尾你的手只有一直这样。练起来了，你以前练不起来的东西，你都没有在练它，很自然你却会了。嘿，因为你，因为问题 的主要的根源在。哎、练的人往哪里？啊，数学不好。没有杠杠，所以对不起，你挡住了。好，好，也等于二分音符。二分音符就是有杠杠，可是里面是空心的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来。好，来手感，来后面那个很难，对不对？有点负点。好，二又一，哒哒。知道我在干嘛吗？不知道。好，明白。把那个内去把它变完，可以吗？我走这一路的路是几拍？两拍的话，我听到有人说两。第二句好不好？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好，我们一样，好不好？刚好保险在那边，没看到。哦，所以刚才我们就把这个装上去。哈哈，多烦耶！导演，你也很挑，事实上你如果这样也 OK。你当对了啦，你手袂当扶起，我手也要扶起。
重点是。对不啊？老哥，我们应该不是。哪边最简单？哪边最复杂？